嗨，我是 Jane， 这是我们家通通到家前一天的笼子布置。我帮鸡大选的是艾特的两居室，然后接下来用的是宠上天的纸棉。在纸棉里面发现了一点杂质，接着加入一点 RM 的纸棉，继续搓啊搓，搓啊搓。接着放上口红，再来是四星球小号的挖掘盒，还好在鸡大到家之前到了。这边我正在思考我的水樽到底要放哪里好。家里长的围栏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就拿了两个短的来用，怎么摆都觉得非常的尴尬。这边一直一点一点的补纸棉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。接着放上鸡大的厕所，我帮他挑了一个仙人掌花纹的碗。这个木桥真的是有够难弄的。放上一个 KT 的小管道，味道很好闻。接着在活动区的滚轮附近放上艾特的杨慕斯体草。这里我还是硬要把围栏放一个进来。接着倒入厕所沙，然后一样的我会放入一些白色的阿尔法，这样方便观察鼠鼠的尿液变化。挖掘盆我使用的是艾特的沙漠沙，大概倒入半袋。没错，在这里我又不死心的想要再放入另外一个短的围栏。接着使用跟姐姐几乎一样的纸棉配色。不过在这里，我的空气清净机又开始发疯了。接着放上我帮弟弟准备的仙人掌食盆。就在我以为盖上盖子完成的瞬间，发现水樽太高了，一阵尴尬。很尴尬，又卡住了，只好再瞧一下位置。好啦，终于完成啦，拜拜。